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象为您带来的球号98C 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有一边的八神月 vs RP 的 Edison， 看一下双方精彩对决。那这场比赛呢，双方是三主力抢三啊，首发大门队不知火。哎呦，这下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知火，这是高跳 C， 想抢空啊，但大门没有起跳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日泽起身，哎，漂亮，车的外哥 RP 不敢动，那这波大概率是没了啊。那这场比赛相信会有很大的看点，对吧？毕竟两位顶级高手都是使用 BOSS 八神的，对吧？那 BOSS 八神的内战，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看啊。连蓝之山跟上，哦哟，刚刚好啊！阿比，来看下一回合。那首先祝大家，对吧？尤其是学生党的观众们啊，现在高考、中考都结束了，对吧？应该都放假了，看一下暑假快乐啊！这边天地反起飞。哟，这大门可以，感觉大门今天状态不错啊。日泽则中就死，哦哟，好家伙，放针跳中腿，或者说想秀空中蓝之山啊。但是被日 P 的原地直跳的，哦哟，好家伙，这种蓝之山。Edison 这边很明显想前走去血反啊，但是还是被抓了，难受啊。这波很明显对吧 ？Edison 很气啊。这蓝之山虽然是指令头抽杀啊，但是它这个属性有点类似延迟头，对的。还就在规定时间内，你不要在他的范围里就好了，或者说你疯狂切防啊。看一下 Edison 这边的 BOSS 八神，大门这边手滑要撑三吗？大门月，哎，这球硬跳百合折骗出一批下跪门，顺势血反，手滑38之女。嗯，第一波借风走起，天堂剑，哦呦，不选择天堂剑，而是选择板中二则，百合折连跳进攻，大门这边大背靠墙，你攻我防啊。大背靠墙呢，起码可以规避二拼逆向的进攻啊，所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，是吧？再加上大门满资源，随时可以给你来个空中蓝之山啊，所以说BOSS八神还是要小心再小心。这头百合这漂亮，猜到一拼墙躲 AB 直接抓头，对花三式，一波谢风反手，对花新月音八智女要一个，啊，这给个戏不过分的是吧？毕竟手里很多资源。来看下一回合。且看八神月这边日发出场的不知火，这边不知火怎么讲？哦呦，直接选择暴气，说话都是暴气状态。好，奈落敲倒前前轻腿，坏了，日皮强反一下啊，只反了葵花，可能是怎么想？不想让自己的暴气槽浪费掉啊。这边一颗 CD 招出来，嗯，哦呦，再次暴气，这下低头可惜，并不能形成连段啊，五级。啊，这 BOSS 八神这普通头确实感觉没什么太大用啊，很难起使这个普通连段，对吧？不像什么不知火呀或者莲娜，这时候前引跳你在干什么？哇，这边陈冠希呀，是吧？遇到一个很坏很坏的人，微信发我300块，向你敬礼思路，开个玩笑啊。这边八神月，怎么说运气不错 ？Edison 这边压点特别大的问题啊。到脸上没有任何动作，在发呆。下手发大门，好的三连跳 CD， 克里斯这手起手非常理想，但是还是不足以一条带走，还是要再择一套。连续滑术结束连段，反边推进起身择，延迟高跳，好裸 AB 对色 RP 的下 C 收招，直接被天地反，好家伙，艾德森这边确实能做的不多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微信发我300块，哦呦，下地择中漂亮。哟，你这个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蓝之山原地 ，OK， 蓝之山庆祝可以，表示可以理解啊。看一下 Edison 这边的不知火，好的裸 AD 下 C， 哎呀，我刚想说不知火要出场了，结果可以。这首克里斯的确认还是非常顶的啊。看一下八神月这边日发出场的不知火舞，啊，也一样了，对吧？确实是不知火登场了。看一下不知火舞是否选择暴气，看来不选择暴气，毕竟对手只剩半血。克里斯这边杨武臂回身，算是确反了啊。Next 连续滑术起飞，怎么讲？反边推进上条，再上条，可以。这波是奔着一套时刻带走的吗？没有，选择打晕点，但是没有打晕，可惜了啊。跳 CD。哎呦，这后抓能接得上吗？两连跳 CD 对手都倒地了，好家伙！哎，其实也合理，对吧？这个后抓就是可以追地的，只不过这一下视觉冲击有点大啊，兄弟们。
这首视觉冲击可以让我很震撼。看一下八局这边手里三颗星，最后一个豹子八千前影跳 CD， 对手前大影跳 CD 也是利用了对手的防御僵持啊。首先是对吧跳攻击，然后确认你的防御状态以后下行攻击去确认你的蹲防状态，对的，全是细节，全是套路啊。就怎么讲，一步慢步步慢，一步错步步错，更何况你面对的是一个暴走角色，对吧？速度本来就没有对手快，那你处于一个回滚针落的劣势方的时候，那肯定是不能抢的，起码是不要乱动，对的。但艾杰森很明显是没耐得住寂寞，看一下这边不知火，哎，一个 CD 直接交，很果断啊。嗯，哎呦，这下岩石头可以，但是没有取消超杀，也没有升龙呢，这是为什么？那这个 C 头意义好像并不是很大啊。看一下，哎呦，这暴走八神速度实在太快，纵然是啊飞天遁地的不知火舞，感觉在暴走八神面前，在空中也只是一个靶子而已，对吧？我最喜欢打移动的靶子，这下看一下 ，Next 八之女升龙爪至第一波前影跳 CD， 可以。来波八之女，反手地波，好、哦、也可以花式回收资源啊。来看下一回合，来吧，拭目以待啊！万众期待、万众瞩目的暴走八神内战啊！至少我是非常期待的，对的。哦，好的，这手小跳还没起跳，直接被谢峰扯了下来啊！原力抓，那一匹果断交出相反，毕竟在反边还有后续伤害啊！这个相反怎么样都是交的。艾迪森这边防住一匹的影跳，百合的正逆则以后选择 CD 反击，反中二则反手葵花熄灭引小跳，给正逆则的压力防得很稳。哦呦，但这边连续底半放针骗出了一匹的乱动，八君月这边应该是想怎么说，想 C 头可能是啊。天堂之眼息内，一分一比一持平，来看双方赛点争夺战。哇，这边艾迪森确实玩得很帅啊，首先是光速的逼出了八神月的想法，对吧？然后各种虚晃延迟则，对的。来吧，看一下双方这边首发依旧是大门对战克里斯，两边都把自己不太需要资源的角色排头当先锋啊，非常的合理，对吧？好，三线漂亮起飞，他的外格里头天地反反中怎么则，哦呦，好的好的，很漂亮啊！八神月这边选择前前，然后原地直跳，骗到了骗到了 Edison 这边，想原地直高跳去躲一下指定头，没想到正中下怀蓝之山啊，对吧？怎么说，蓝之山欢迎你啊，为你开天辟地，对的。看一下 Edison 这边日发出场的不知火，嗯，这边一匹直接选择暴气啊，好的，天地反起飞没了啊。艾迪森选择不知火的必杀忍风确实比较神奇啊，是吧？不求连成屁，但求杀人剑。 Max 蓝之山以后怎么说，能否一套十格，看一下八神月的心情啊，他的心情如何啊？不省资源完全可以一套带走的，对的。哦哟，好的二则漂亮，八神月表示杀人还要诛心啊，故意前走放针等你 AB 受身，然后下行脚点你逆向底半啊，实际上是正向底半了，但是八神月这边主动进反，对吧，形成了一波逆向的效果。看一下艾迪森这边的，哎呦，暴走八神小心，哎，这对手是个指定头强绝呀、啊、这个指定头还是能针对到自己的相反，但是漂亮，这时候大一条百合折一波谢风爪式天堂之眼其内双黄弹啊，两连爆，这边葵花三十八之女，但是估计还是带不走啊，这就是暴走八神特别尴尬的一点了，对吧？他是一个伤害啊，不谈啊，你看这样都带不死啊。起身引跳百合折，这下太明显啊，两段是跑贴脸百合折嘛，经典套路了啊。引跳百合折，好的，这种放针躲开了一批的下招，好灵性，直接一个 C 头打晕，但是哎呦，前前葵花想血反被一批 A B C D 弹飞，但是奈何。嗯，没办法，对吧？是大门连续的战地，只能去预读一下对手的前跳。但是艾迪森这边轻描淡写一个波啊，剩下八十人这边不知火，好前走下清泉对色一匹的元武臂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来一套。
这不过确实，面对普通八神游刃有余啊，但是这速度优势呢，就转变了双方角色的克制关系了。你看，你起跳的高啊，滞空时间久，你在暴走八神面前不是优势，反而是劣势，是吧？在空中就是一个靶子，对吧？我也是讲过的，漂亮。咦，看一下八神月这边最后一个手体的暴走八神，双方风八对决。而且这场是赛点争夺战啊，双方都是刺客系，都是满血，针锋对麦芒。艾特森这边率先用一颗资源去打开突破口，这话心愿因板中二则。哦，好的，这手放针，可惜骗出一匹躲一匹，没有确认没关系。这话三十八是你，其实这下艾特森是赚的，对吧？用两颗气骗出你的强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嗯，好，他小跳自己虚晃骗出了二匹的裸 AB， 漂亮。哦呦，这波直接天堂之眼二匹交出强反，伤害已经打全了。八神月这边先大引跳起身，直接躲漂亮，连续的引跳百合折。艾迪森这边身上有防御僵持，第一时间也不好动。哇，这下八神月起身可太敢操作了，对吧？直接就是先大引跳百合折，我看你怎样，对吧？也是利用了对手是一种求稳的心理，对吧？毕竟自己也是暴走八神，而且有谢风在手，起身可以赌升龙。那艾迪森起身不敢去强势的压自己是可想而见的，对吧？那看一下比分二比一，八神月这边能否稳住呢？哎，好的，前跳 BRP 原地直跳 CD 最高点对死道，再连跳 CD 又是同样的起手。看一下艾迪森这一次怎么连，这连续滑出推板，放针，朋友们，全细节。好的，这边下臂远臂对色一匹的原地直高跳 CD。哦呦，这下下行脚低身位躲开了一匹空压地判定啊，没有问题，连续滑出直接收掉。来看下一回合无伤啊。那这边艾迪森这一局是开了个好头啊，对吧？大门这边是首当其冲。来看八神月这边日发出场的不知火，一颗气没有，那这就难受了。这一颗气没有，好比悟空没了金箍棒啊，战力大打折扣。跟下 C 血反，我抓重手前倾手，看一下不知火这边选不选择爆气啊，就看八神月有没有梦想了。起身升龙对策二 P 的六 B， 但是这个身位的压力不足以给你时间去爆气，对吧？艾迪森很清楚对手的所作所想，不给你爆气的机会。 AB 收山第一时间前冲地头啊，非常的怎么说霸气。来看一下八神月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暴走八神，国服最累八神再次登场，看能否反弹。自己的两个队友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两颗气。这边下边 B 一匹只能交出相反，暴走八神起身则引跳百合折二 P， 一颗 CD 交出来直接瞬移近身。好的，前小跳 C 对此二 P 的滑步或者说滑铲，漂亮，走戏的戏呢？这暴走八神可以的，反手天堂之眼，哦哟，还能再扯回去，漂亮。这八神月为了修文也是，是吧？下手非常狠辣啊！反手还能葵花心愿音不死，还有一个八智女，再给一颗气。61年就是要带你走，天哪！六一儿童节是吧？六一快乐！虽然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啊，看一下艾迪森这边二发出场的不知火舞怎么说？连跳百合折，二 P 直接一颗 CD 交出来，这边哇！艾迪森这边很霸道啊，对吧？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角色人物差、人数差，对吧？毕竟我是第二个角色，所以说资源完全不省。对手二泽八神月猜到能量闪身想点回针，但是反而被 C 头。哦哟，漂亮！但这边速度优势还是在的啊，这跳的速度比你波的速度都快，你怎么说？这边地波谢风反手，对话七月音板中二泽，对吧？再接一颗气呢，意不大，对吧？不如去泽一下。以紫血暴走八神感觉是很难翻了。哎呦，好的，这手六 B 直接被前冲跑杀谢风对策到，让你知道什么是黑洞抓啊！这个吸力就如此强力，对吧？一波谢风，天堂之眼起内，这波就摆明了要稳稳带你走了啊！看来八神月即使谢风以后的葵花呢，都担心自己手抖失误，所以说干脆就接天堂之眼了啊！那来看双方最后一回合，这边二 P 的暴走八神血量优势，资源也是优势，但是这手跳星脚抢空失败以后，对手前冲正逆则，艾迪森选择后一臂反而给一 P 前大一个百合折的机会，但是艾迪森这边的资源血量优势还是实打实的，对吧 ？CD 反击可以很大提高自己的容错率，但这边前大跳 C 打点过高被一 P 看穿，下行脚低身位躲开的二 P 空压地判定并且反制，
反手葵花清月音，八句你撂到板边，反手第一波谢风没有，天堂之眼，你给我死吧！再来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这八十月帅呀，这一反三啊，秀秀秀秀秀。